声音里面有一个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辨识度，一听就会知道是你在唱歌。你有一些很特别的唱法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把你的唱法放在这些歌曲当中，它少了一些些韵味，少了一些些张力，所以我现在在想，我在努力的思考着，就是有些什么歌，然后可以透过他的唱法，可以完全展现他的特色。对，可能起伏性再大一点的选曲看看，因为我们要看那个能力可以去到多少，有没有一些可能比较收放、比较爆发力的歌曲，再试一小段。所以因为你唱得好，所以就变成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明显。然后再来是，你看你用了好多首歌才把心情舒缓下来。如果真的在比赛的过，真正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只有那半首歌的时间让大家去认定你。所以等你培养到情绪沉淀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希望你进入下一个回合的时候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能够把这个心情的部分给调整好。我们直接让你过关好了。